那你能不能跟我讲一讲你和陆家学之间的事情？三哥，我和陆家学已是陌路，你千万不要因为我而分心。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好好读书，好好去科考。姑娘，方才我看到三公子突然抱住你们，他就是对我太过担心了。三公子这位兄长可真是没得说，连嫁妆都替姑娘准备好了。对啊，那是我三哥，当然对我好了。就不喜欢读书写字嘛，到时候家里不许有字帖，还有书桌，我就要我喜欢的摩诃乐，还有剪纸，整整齐齐的摆一排，陪着我。嗯，好的。我今天带了特别好吃、特别甜的枣子，给你尝一个。嗯，你尝一口嘛。妹妹，这枣子除了能吃，你知道还能用在什么地方吗？不知道。洞房花烛夜，铺满床，让小娘子早生贵子。陆家学，我给你吃枣子，你让我早生贵子。哎，啊哎，婷哥，这么不小心。明珠姐姐，你是来陪我踢毽子的吗？婷哥，姐姐现在这里有客人，晚一些姐姐再陪你玩好不好？小郎君，嗯，你这毽子还挺漂亮的，这里面可是塞了两个铜钱。三个？那你好厉害呀，这毽子这么沉，一般人可踢不好呢。那你能踢得好吗？试试来。
我家这亲妹妹自幼爱玩，打闹惯了，没个正形的，真是失礼了。她打小就是这样吗？她从小就是一个没人管得住的小霸王，仗着祖母疼爱，任性惯了。是吗？他呀，打小就要强。啊，对不住姑娘，奴婢该死。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多谢姑娘。陆佳雪，我今天出去玩了一会儿狗尾巴草，突然变得好痒啊。啊，怎么回事？这是还痒吗？嗯，没事吧齐姑娘？怎么看着脸色也不好，是否身体有什么不适？多谢陆侯关心，可能是前几日生了一场病，还没有恢复好，今日又吹了些风。要不我找个大夫给你看看。不用劳烦陆侯了，我们正要回府。齐姑娘，那日你说的话究竟有何意？不知陆侯说的是哪日。那日你说大不了你再死一次。就算我今日再死一次，我也不会成为你要挟我三哥的筹码。可能是因为我之前重病过一场，生命垂危，脱口而出胡说的。青曲，我们赶紧去向赵姑娘辞行吧。这人太过狠毒了，明知道我碰狗尾巴草会痒，还用这个试探我，我刚刚差点都没忍住，痒死了。姑娘，快把药喝了吧。哎，现在他对我疑心更重了，以后我们更得防着点他。姑娘，三公子来了。啊，快让他走。怎么我就不能来了呢？听说你突然从英国公府回来，挡住脸干什么？我脸上起疹子了，我就先回来了。你不在屋里好好读书，你跑我这儿来做什么？怎么突然起疹子了？少安，少安去拿药。没事，不用了，青渠刚刚给我开过药了，我吃完就好了。快去啊。哦，还痒吗？傻笑什么呀？三哥，还是你对我好。以后啊，你还是得多注意，让他们把这个药膏随时带在身上。嗯。许志，把我给三哥的新衣裳拿过来。三哥，我给你做了几身新衣裳，你回头考试的时候正好一并带过去。我是去考试的，我带什么新衣服啊？那我考不好的话，能不能赖这个衣服呀？图个好彩头，穿着衣服就好像我看着你，这样你就能考好了。哎，你这个蘑菇绣的还真不错啊。这是银杏叶。算了算了，你若嫌弃就别要了。哎呀，看出来了，送给别人的东西怎么还有要回去的道理？等我走了，好好在府里面待着，不许乱跑，知道吗？你去考你的试吧，还管我那么多。等等。
娜娜，罗府大喜，罗慎远高中省员，罗府大喜，罗慎远高中省员。在下奉尚书之命，里面请。送金花帖子，恭贺罗慎远高中省员。天哪，你还真是要连中三元啊！一会儿我就去禀告老夫人，再给你办一场省员宴。哎，办解约宴已经够张扬了，省员还是算了吧。连中两元，这是多高的荣誉啊！怎么能算了呢？连中两元，这本朝大有人在呀！你接连办宴，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？我夸张吗？也不知道是谁，在堂上看着这金花帖子，眼珠子都要瞪出来。那个，你想办就办吧，我听你的，行了吧？啊，母亲，父亲说的对，宴席就免了吧。殿试在即，我也要准备课业。嗯，儿子说的对。等你中了状元，我们再给你办一场更大的。哎呀，慎远说什么都是儿子，你说的对，这我说什么你都跟我唱反调是吧？哎呀，是是是，老爷就喜欢事事让你顺心的人，可惜我不会呀。行了，那吃饭吧。什么？吃饭吧。吃饭？你要在这儿吃饭？我不能在这儿吃饭。啊，不是，就是你最近来的太勤快了，我有点不适应。怡宁、慎远，你们也留下来一起吃吧。我让小厨房多做几个小菜，咱们给慎远提前庆祝一下。好。